今天带你去香港网红面包店 Hashtag B， 这次去的是尖沙咀分店。我们看一下从尖沙咀港铁站怎么走，来跟我走吧。它的地点是尖沙咀加拿分道49号沙汇楼地下4号铺。 B2 出口出发，沿着金马伦道一直走，经过红茶冰室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看到恒生银行之后过马路，然后转左，沿着加拿分道向前走，第一个路口就看到 Hashtag B 了。 我们看一下时间，只是用了大概3分钟左右就找到咯。他们家呢主打就是面包跟拿破仑蛋挞，但是蛋挞呢很快就卖完了。不说了，我先去看看有什么其他好吃的，记得订阅、点赞以及分享哦，拜拜。